小伙伴们，我们这里的笋子快没得了，今天赶到这尾巴，再炫几根回去弄一半手笋子烧牛肉。今天我做这道菜，99.9%的小伙伴估计都没见过。我们先把这笋子给弄一半手，开回去再说。弄完的笋子，我们切一半手，再把笋子里的瓤瓤给它掏一半手，再把牛肉切成颗颗。今早还买牛肉，老板说这坨肉点点筋都没得，好得很。遭骗了，切都切不断。小米椒来一半手，大葱来一半手，秘制红油来一半手，酱油来一半手。哇，这颜色看到是八色板，三都想吃一半手。牛肉给它放到笋子桶里头，盖上锅盖，给它封到顶。底下烧到火的地方，我们给它敷一半手黄泥巴。哎呀，老脸上了，弄完锅后给它烧一半手。告诉你个秘密哦，家里有旧手机的小伙伴啊，可以拿去转转 APP 换钱了，回收价比手机店高出300-400，现在下单顺丰免费上门，首次寄出还有专属补贴，非常好用，实力推荐。一不小心就给它烧了2个小时，我们现在打开看一半手，应该熟了，把外头皮皮给剥一半手。竹笋的清香加上牛肉的香味，完美的融合到在一起，哇，太爽了！在这一分钟，我只想吃它一半手。这道直爽的笋子牛肉还是非常成功的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集中点。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可以再加点酸菜在里面，我觉得更爽。